次第学，这是我要真诚给各位的建议。我自己也学金刚乘，我现在也在修十家行。我们都很希望快一点，快一点，动不动说仁波切传我一个法，对不对？念一念，仁波切还有没有更秘密的 ？More secret, more special for me, only for me。其实你这样讲的时候呢，表示你对你学的这个法根本没有心啊，没有信愿心。告诉你，一句六字大明咒啊，就可以成佛度无量众生的。可是我们众生呢，常常呢都喜欢内外内密，就是加一点，加一点，加一点 ，more secret, more secret, more special 的。其实你对每个教法都没有信愿行，这是我真诚讲话。所以修西藏佛教的人，假如遇到好的传承上师，要珍惜，但是要从四家行修起。接下来四家行修完以后，你可能会修气脉明点或修什么，那应该问你的金刚上师，而不是问我。因为我虽然通达，但是我不是仁波切啊，我是显教的法师，我也学南传北传藏传，但是我的功德力很小，因为我觉得做仁波切太辛苦了，灌顶灌顶灌到手都蛮酸的，我宁愿在旁边当司仪。所以我这辈子没有想要当仁波切，我只想当做一个很好的法师，做释迦牟尼佛好的弟子。下面请问师父，哦，我没有指别人，这是我自己很真诚的。普门品里面福布唐捐是什么意思？是说你所修的任何因果好坏绝对不会有偏差，你今天做的功德呢，真心发心的绝对不会呢说没有福报的。所以你要对你所发心的所做的任何一个善法都要有很大的信心。就像我现在放的幻灯片，这是伦比尼园的这个佛塔，所以你任何在佛教所做的六度万恨的功德都应该深信因果，如是因如是果，因缘果报的法则是三世诸佛都不能够改变的。第二个，什么叫不昧因果？不昧因果，昧就是愚昧，对于因果道理很清楚，而不会糊里糊涂。对于别人所说的教法，要介绍别人也要介绍得很完整，而不是很片面。师父请问，在路上见到动物如猫狗，我就念三皈依，然后念西方三圣的回向偈，后来发愿，愿他来投胎永愿来世永离三恶道，愿他来生投胎到善道，我这样做对吗？很好，你这是受菩萨戒的人的心肠。假如你受三皈五戒，你可以跟他念佛念经。假如你是菩萨戒的话，你是菩萨戒，因为菩萨戒的功德跟三皈五戒不一样。三皈五戒跟比丘比丘尼戒叫净行受，就是这个生命结束的时候，你一投胎转世的时候就没有这个戒体，要重新受。菩萨戒是你发了愿净未来际，你都会有戒体，所以菩萨戒的功德很殊胜，你来生一定会遇到佛法僧。假如你是一个受菩萨戒的众生呢，的佛教徒，你遇到任何的莲友来呢，你都应该帮他。比如你看到猫或狗，你可以跟他念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皈依佛永不堕恶道，皈依法永不堕恶鬼，皈依僧永不过畜生，皈依佛净、皈依法净、皈依僧净，念三遍。然后呢，你就念佛，希望他来生能够学到佛法或往生极乐世界。听好。这样的心是对的，也要看状况。今天有一个莲友，我想他在座也听经，他真的很感动，因为他观世音菩萨救了他，让他度过了很多的苦难，就他发愿要帮助每一个人都念阿弥陀佛。就他就问我，他碰到回教徒也念阿弥陀佛，他碰到他妈妈念阿弥陀佛，妈妈说你别话细哦，念阿弥陀佛啊。我说那时候你就不要念出来嘛，你要有智慧呀，有方便，因为妈妈不了解佛法，因为传统上人家认为念阿弥陀佛就是呢在超度的时候阿弥陀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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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这样。那他不知道阿弥陀佛的殊胜嘛，所以你内心可以祝福他，说师父我又发了这个愿呢，我看到所有的众生我都要帮度他念阿弥陀佛跟观世音菩萨。我说你的愿是很好，但是你用的方法不太好，你看到了回教徒你也心中跟他祈福合掌，这样就可以。你看到基督教徒你也可以跟他祝福，但是你不一定要讲在嘴巴上嘛，了解吗？所以你这样做是很好的。师父，若供佛的时候只贴西方三圣，
在墙壁上没有加持跟开光，没有供香花灯果烛水果，这样好不好？不太好。原因是佛像有两种，假如你挂在客厅里面让人家看生欢喜的，那就不用。假如你家里有正式的佛堂，那你应该供香花灯果烛，起码你供香跟一杯水，水代表清净心。西藏的人能够供是供八供，水水香花灯果果月，但是连这个都没有福报的话，供七杯水，七杯水代表七宝如来。你的心很清净，一杯水并不难嘛，代表你清净的心。因为为什么呢？因为我们没有福报，若我们没有所缘具去供佛的话，是没有福报升起的。所以你能够初一十五供香花灯果是最好，平常只嘛早晚点一支香，就是广修供养，供一杯水。至于你问我说你的西方三圣没有开光加持，那其实开光加持这个问题很复杂。在西藏的仪轨里面，是佛像是空的，正是要装藏的仪轨。在大乘里面呢，也有请法师来开光，念大悲咒而洒净。你能做就做，不能做一样也可以，因为佛哪里都有，他都会护念你。师父请问，要怎么样才能够看清楚什么是真正的善知识，而什么是不是善知识？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建议你各位莲友应该去读宗喀巴大师的《菩提道次第广论》，他有说明分别善知识的条件。简单的说，善知识有很多条件，按照瑜伽师地论有八个条件：持戒清净，具有慈悲心，通达一切教法，不疲不厌的教导弟子；第四个，然后无私的利他的众生的心；第五个，对一切的法门通达。但是要遇到这样的善知识是不容易的。那再精简一点，《入菩萨行》里面呢说，真正的善知识要解跟行，最少要两个条件：一，他通达一切的经论，能够引导你；第二个，他要持戒很如法。所以善知识跟恶知识，若是他所说的是违反五戒十善的话，那绝对是恶知识的，你应该远离。第二个，你要反，我想要找到好的善知识，每一个人都希望找善知识，不是往外求，你要反省，我为什么没有找到善知识，是因为你的业障没忏除，你的福报不够。为什么人家都找到善知识？因为人家发愿啊，精进善知识啊，广修供养啊，请佛住世，常随佛学啊。所以你要我教你一个真神的方法，不管显教密教，你发愿念30万遍或50万遍六字大明咒，求观世音菩萨加持你，让你找到多生多觉又具足传承清净的善知识。大家都知道 Holy List 达赖喇嘛，他也是一个了不起的。我不谈政治啊，因为我都不懂政治，我是一个出家人，我本来就不懂政治。但是他很多人跟他有缘，但是有些人就跟他没有缘。有人听到大宝法王有缘，有人听到某某显教的星云法师他很有缘，有人听到正言法师他很有缘。所以善知识呢，是会有跟你过去深浅的缘分。宗喀巴大师一生也有123位善知识，所以你可以有皈依的善知识，有剃度的善知识，有受戒的善知识，有闭关的善知识，也有为你讲经说法的善知识。所以你不一定要执着一定皈依我，你跟我学佛法就是我的弟子嘛，我们都是释迦牟尼佛的弟子嘛。好，所以善恶知识除了你要去找分辨之外，还有一个最大的是因为跟你的缘，你的业力。若你的业力不忏除，走遍3000大千世界，观世音菩萨在你面前啊，是善知识，你都觉得这个人还长得很丑耶。下面一个，师父请问，若有不净的场地，所以什么方式回向最好？若时间有限，无法使长时间诵经。假如你觉得这个地方不清净，佛跟魔的确是由我们心而现的，但是众生站在世俗地上啊，有些人非常执着。请问各位想一个问题，全世界里哪一个家没有死人？有没有？每一家都有人死过啊，是不是？
当然有些众生呢、他死亡的时候可能业力现前很苦，所以有些地方幽冥界会终身执着在这里。假如你觉得这个地方不清净，这是真的有。不过在佛讲经的时候，我并不会去特别强调，为什么呢？你真正有功德力的时候，他不会伤害你的。有时候我到有些地方邻友家，他也觉得师父我们家不太干净，我进去我真的有感觉有东西，但是我没有说。你心中要正大光明，这是第一个。第二，要慈悲心去帮助众生。假如你时间很短没办法诵经，请你念七遍大悲咒跟三遍心经，洒大悲水，你自己呢名扬都会得两利。我知道在泰国跟马来西亚有很多奇奇怪怪的民间宗教或神教，那常常这个地方不清楚，比如说你去住 hotel， 有时候你进去也会不干净。然后呢，你怎么注意呢？你看床底下有没有放扫把跟奇奇怪怪的东西。假如你有放扫把的话呢，那它是呢民间宗教一个降除魔障的一个方法，解灾难。那你可以跟他说，对不起，我住这间不舒服，请你换房间。但是你放之前呢，你要换也可以啊，不要换也可以。你要换的话，请你先念呢七遍大悲神咒。为什么？还会别人住嘛？你一个菩萨行者，你要换也可以，不要换也可以。讲个故事插播一下，我妈妈多年前呢，满她的愿望去长江三峡，你知道长江三峡去旅行。旅行的时候最后一年就关闭了，那一年她非常的多人要去。结果呢，我就跟她说，因为当时我妈妈舍不得我出家，她说你出家这个具体的贡献呢都没有，就那一次出家是我供养她去。我说我感恩你让我出家，所以可以利益全世界的众生，但是我希望你做一桩事，去长江三峡去旅游的时候呢，每一个寺庙你都呢投一两块的人民币，然后发愿，愿众生离苦得乐，愿一切众生都听闻到佛法，我只要求你，所以你钱可以不用还我。他说这很简单，我做得到。结果呢，他有一天呢跟我家人去的时候呢，就晚间睡觉的时候，他跟我阿姨去的时候，他就真的觉得不舒服，他就觉得有鬼压他。这时候他突然说，哎，我儿子是法师呢，你不要害我。然后他就把普门品大悲咒佛像通通排在上面，他说赶快看这个哦，不要看我。然后他就念阿弥陀佛阿弥陀佛，也念Om Mani Padme Hum Om Mani Padme Hum。 那只有两个床嘛，所以他跟我阿姨呢挤了一间，然后就睡着。第二天呢，他就收一收拜拜就走了。结果后来过来跟我讲呢，他就说他遇到这桩事。我说你这样处理是对的，对不对？所有的众生他可能就是因为你是佛教徒，所以他跟你有缘，所以遇到环境不清净的时候要生大悲心，而用不同的方法去处理。第二个，若亡者在医院过世，要如何正确的回向做急救，在人亡天回魂之时，这我不是很清楚。就是说，假如在医院的话，那你看吧，这个问题以前也提过。那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法律，在台湾的话呢，是你临命终前的话呢，你可以提出一家属，你要用宗教关怀或不要宗教关怀。宗教关怀里面可以选基督教、天主教、道教或佛教。那佛教徒里面要助念，还可以选是念阿弥陀佛、地藏菩萨还六字大明咒。这个呢，透过家属先沟通。一般医院过世的话，事实上也都他的业力。你只要静心，不管是他是佛教徒或非佛教徒，你回忆他一生的善行，让他回忆善法，这是很重要的。第二个，有时候医院不一定能够让你做宗教仪式，那你就搬到回来再做，在七七49天之内对他都有用。第三，近来有人常常呢闭眼睛会看到发光的骷髅头，应如何正确有效的回向？这位弟子叫妙音，我要恭喜你，这是你的善根。你闭眼睛会看到发光的骷髅头，表示你过去修过不净观。在我们要对治男女的欲望里面，要修不净观、白骨观，这是在你心很清净学习佛法，你过去的经验曾经现前，不要怕，你就观白骨观没有关系。对不起，我给你看一张照片，我这边就有白骨观。但是有些医生护士，因为每天都看死人看多了，所以他觉得白骨咯咯咯也蛮可爱的，这样不太好。因为白骨观是要对治你的烦恼而用的。
对不起，可能一下找不到，明天再给大家看白骨观，不要不要，今天看白骨观晚上都大家睡不着，明天再给你看。所以你修白骨观是很好，你可以教师父教你怎么按照禅修修白骨观。简单的说，白骨观有几个方法。第一，你在呢观想你自己的额头正中心开始裂掉。好，我在思维略要法里面也曾经讲过，希望你可以听我以前讲过的思维略要法的禅观。我简单的说，观呢，你借坐的时候可以观上面，也可以观下面，观你的白骨开始裂掉，然后呢皮裂掉以后变红的流血，最后变白骨，慢慢的整个脸就是白骨，这是观的。然后接下来身体白骨，这是由上往下观。你做这样的思维，断除你对世间这个不清净的男女爱欲的贪恋。也可以在禅坐的时候观左边的大拇指或右边的大拇指，大拇指开始裂，然后第一个大拇指看得到，然后第二个指头，最后你的脚掌全部是白骨，最后小腿是白骨，然后是上大腿是白骨。所以有些人观的时候很有趣，他是右边有肉，左边没有骨头，是白骨，那功夫是刚开始。那观想这个时候会有什么呢？你的身心啊，烦恼就会像浴火焚身一样，清凉心甘露水，你的烦恼就会降服。下次看到漂亮的帅哥美女，你就不会小鹿真的噗噗跳。这个是佛在教的。所以佛教出家的弟子有两个可以证阿罗汉果：一安那般那念，第二不净观。这两个叫二甘露门，都可以让圣弟子成就圣道。所以你会看到这样是恭喜你，这也不要太执着，这是好现象，表示你过去修过这个法门。好，再答最后一个哈。请问师父，佛说《法华三昧经》里行谈无受者和直接不听直受不得是什么概念？这个问题很好，这是观空性，我以后再讲。第二个，我在2004年七月吃素，去年尾开始觉得皮肤与血气不旺，后来用中药调入食品才觉得加入用中药药材加入食品才觉得身体比较好。请问法师，与我们分享你20年吃素跟营养的心得。简单的说，营养是身体，每一个人的体质不一样。那你会觉得刚开始吃素的时候，因为跟你原来的身体机能不同，的确有一段时间会有一些脸比较白，这个气色比较不太好，没有关系，那是自然。就像一个身体的机能里面，你以前全部都是放在肉的，你的胃每次消化的都是肉，现在突然消化菜，当然它有身体会有一点面黄肌瘦，这是正常的。但是虽然这样，但是你的体力精神会比较好。第二个，吃素的莲友，我应该真诚，有些法师会反对蛋，有些会法师赞成蛋，其实这没什么好争的。我看过很多人哦，在网络大论辩，吃了蛋你绝对会堕阿鼻地狱的这样子。哇，那这样谁敢学佛呢？听好，慈悲心为重。一般在家居士，你可以吃蛋或牛奶，牛奶是可以，绝对没有争议，佛也接受。蛋的部分呢，只要不要杀生。当然也有人不习惯，蛋是血肉之躯。我可以告诉你真话，以前我刚开始学佛的时候，我也不吃蛋，只在国外念书的时候很辛苦。有一天呢，我真的蛋白质不够，我血糖过低，我去检查医生的时候，医生跟我讲，你身体已经亮起红灯了，要么你念完书呢，你就没有命了。后来呢，他也给我吃到维他命，最后我就开源了。师父现在是吃蛋，但是你不要看修行的人嘛，就每个人的体质不一样。我甚至可以告诉你，我刚开始也持五，但是我的业报身这辈子的 BMWC 不太好，所以我没有过午不食。所以有些莲友也跟我说，师父请你受八关斋戒，严格说我没有资格受你，但是我有菩萨戒，对不对？我可以教你佛法。所以为了弘扬佛法，利益众生，做网站编班刊，我很忙的，所以我并没有持过午不食，但是我觉得这是我的惭愧心。所以很多东西你要想，佛法目的是要你能够得到清净，所以在家居士你可以吃过午不食，我很赞叹你。若不能过午不食的话，平常你吃两碗，晚上吃半碗，吃太多烦恼会很出众，对不对？要没吃的话，你晕倒的话，别人还要急救你嘞。所以学佛真的要有智慧。
那至于吃素的时候，要注意铁质跟钙质呢是比较少，因为动物性，所以你除了吃牛奶、鸡蛋之外，还可以吃坚果类、腰果、核桃。第三个还有什么呢？是海带。我讲我在国外 读书的时候，你知道我什么早餐吗？我自己做的，因为出国留学都要靠自己。我是呢各种水果，上面加优格，还有加蜂蜜，上面再加一个漂亮的樱桃。面包一边涂海苔酱，一边涂花生酱，中间一个夹蛋，再来一杯柳橙汁。我一天呢，每天都法喜充满，我不用杀生啊，我不一定要吃肉啊，可是我身心很健康。第二个，虽然你吃素了，但你身体也不好，那也是业力，所以应该多运动、多修行、多忏悔业障。好，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就讲到这里，其他的问题明天继续答。对不起哈，每天都法喜充满，耽误大家一点时间，真是不好意思。师父讲到不好意思已经很多次了。对，请希望假如你真的离开，就是说假如你真的很紧急的话，我也不介意你，你就可以站起来先静静的问讯然后离开。不过若是你不急的话呢，也欢迎你跟我们一起念回向文，好不好？好，请合掌，翻开第二页，虔诚的合掌回向，也观想佛菩萨在你的头顶放光，你透过发愿，嘴巴吐金光，回向给爪哇岛一切地震的众生，一切无量的众生。请跟我一起念，我念两句，你念两句。以我九情所积集，量等虚空二资粮。为度无名有情众，愿成导师佛世尊。为成佛前一切身，文殊慈悯垂摄持。具足教以最圣道，得以行令诸佛喜。以我解悟道法要，大悲为导善方便。净除众生一名愚，持佛教法于久远。教法圣宝未片扬，或以片扬而衰堕。愿于彼处心大悲，显宏利乐之宝藏。愿佛菩萨妙事业，最胜菩提道次第。饶以诸愿解脱者，世尊教行永流传。成就修行善道缘，净除人非人为缘。佛所赞叹净行道，生生世世永不离。以时法行于圣尘，如理精勤修行记。护法慎重常护持，如海吉祥普十方。接下来下面经文很熟，我们一起念，不过慢一点，不要急，一起念。愿我临欲命中时，尽除一切诸障碍，面见彼佛阿弥陀，即得往生安乐刹。我既往生彼国矣，现前成就此大愿，一切圆满尽无余，利乐一切众生界，
彼佛众会贤清净，我时于圣莲花身，亲睹如来无量光，现前受我菩提记，蒙彼如来受记已，化身无数百俱之，智力广大遍十方，普利一切众生界，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极业烦恼尽，如是一切无尽时，我愿究竟恒无尽，我此普贤殊胜行，无边胜福皆回向，普愿沉溺诸众生，无量光佛刹，愿经礼佛发愿，修持功德，为师有情，四恩总报，三有其资，法界众生同源种智。好，请各位合掌心中念佛，愿今天讲经的功德也回向印度尼西亚爪哇岛一切苦难的众生，也回向一切尽虚空遍法界的众生。在生者愿消三障诸烦恼，愿得智慧真明了，普愿罪障悉消除，世世常行菩萨道。也愿不幸往生的众生蒙佛菩萨接引，愿生西方净土中，九品莲花为父母，花开见佛悟无生，不退菩萨为伴侣。好，今天讲经到这里，谢谢各位，明天见。好，诸位法师，各位莲友，大家晚安，阿弥陀佛。好，我们先请合掌，我们先共修。请翻开讲义第一页。请把你的心给定下来。我知道大家为了听这个法座都非常的辛苦，也非常的兴奋。一大早呢，就有下午很早的时间，就有很多老菩萨就已经来了。大会工作人员也都非常辛苦，所以请把你的心定下来，为了自己跟一切的众生好好的诵经。那摩华严为沙佛菩萨，摩华严为沙佛菩萨，摩华严为沙佛菩萨。未来
积月图相积三盖如是最深庄严具我以供养诸如来最深衣服最深香摩香烧香与灯烛一悉供养诸如来我以广大圣洁行深信一切三世佛悉不现恒愿力不变供养诸如来我悉所造从身于一之所生一切我今皆惭愧十方一切诸众生而身有学及无学一切如来与菩萨所有功德皆随其十方所有世间等最初成就菩提者我今一切皆见尽转于无上妙法轮诸佛若于是涅槃我悉知尘而卷尽为愿救助他尘皆离了一切诸众生所有礼赞供养普亲佛诸事庄法轮随喜忏悔诸善根回向众生及佛道愿将以此身功德回向无上正法界心向佛法及三界二地融通三昧因如是无量功德海我今皆悉尽回向所有众生身口意见我但帮我法等如是一切诸业障悉皆消灭尽无余念念之咒语法界广度众生皆不退乃至虚空世界尽众生及业烦恼尽如是四法光无边缘尽回向一如是南无大恒普贤菩萨南无大恒普贤菩萨南无大恒普贤菩萨南无阿弥陀佛耶陀大戒陀耶陀提耶陀弥利陀佛毗阿弥利达悉达波毗阿弥利达毗迦兰帝阿弥利达毗迦兰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陀他揭陀耶陀提耶他弥利多婆毗阿弥利多悉耽婆毗阿弥利多毗迦兰
毗哈弥利达毗迦兰多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南无阿弥陀佛耶哆达揭哆耶哆毗耶哆弥利哆婆毗阿弥利达悉耽婆毗阿弥利达毗迦兰帝阿弥利达毗迦兰哆揭弥尼揭揭那智多迦利娑婆诃请合掌跟我一起念三称本师圣号及开经偈：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阿弥陀佛。各位莲友大家好，今天是讲经第四天，第四天对不对？日子过得很快。然后在讲经之前先说几桩事。第一，就是请看第一页，这个普贤行愿品偈颂，若你欢喜的话，希望你能够念整部普贤行愿品。普贤行愿品呢，整部偈颂呢，连长行文呢，大概是30分钟。你若能够发心，为了自己跟离异广大的众生，念个3000遍或5000遍，那会非常非常大的功德。那有人莲友会问，师父，我3000遍念完怎么办？继续念啊，念到你往生成佛。然后在巴淡岛有一个莲友，多年前他见到我。他真的呢就念了普贤行愿品，他快要念完3000遍了。然后呢在这2年当中，他没有见到我，可是他发现了他不幸得了乳癌。他家里呢婆婆公公也有问题，先生又工作不好，小孩子也出了问题。可是这2年当中，他每天泪流满面的念的普贤行愿品，最后他乳癌好了，很不可思议。所以最好能够念大方广佛华严经入不思议解脱境界普贤行愿品，能够发心念3000遍或5000遍。这是对真正想精进的莲友说，若你时间实在没有办法，那就前面有长行文，后面有偈颂，那你就是从尔时普贤菩萨普观十方而说偈曰，然后偈颂就一直念。偈颂原文是很长，这是第二个选择。第三个选择就不能再打折了，就念这一页。再打折的话，那诸佛菩萨都会微笑，这宋轩呢混得太凶了。那你可以念就念这个，这是出自于88佛忏悔文的偈颂，古大德把35佛、53佛再加上普贤行愿品的偈颂，后面念往生咒，所以你就最简单最简单最简单的功课总可以做这个吧。这样子的话，你才会精进转变你的业力。至于往生神咒，古来在《往生陀罗尼经》里面也说，若有众生念30万遍，阿弥陀佛会现在你的头顶加持你。当然也有莲友念30万遍还没见到阿弥陀佛，但是不要气馁，所以我建议你可以念50万遍或100万遍。在西藏里面修任何一个法啊，至少都要念100万遍才有力量的。好，所以希望法是平等的，希望大家都能够勇猛精进。再讲一个故事给大家听。台湾有一位比丘尼，他现在还活着，他闭关读妙法莲华经，拜妙法莲华经，然后呢他拜到呢法华经都出了法华势力。可是他在拜法华经的时候，常常看到经文就有写2个字，华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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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后来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呢？我拜法华经会出现华严呢？所以他当闭关完以后，就除大方广佛华严经，他全部他都通达，所以他是普贤菩萨加持，他先学法华经，后来读华严经。而我呢，我是先学华严经，由文殊普贤跟华严海会佛菩萨加持，后来我才读法华经的。所以法华跟华严都是中国大乘佛法当中很了不起的大乘菩萨道，在过去佛利益无量众生，现在释迦牟尼佛讲经也利益无量众生。好，这是鼓励大家。现在请看幻灯片，我回答昨天我应该所回答的问题。昨天我答应睡觉之前不要让大家看骨头，所以现在应该睡醒了吧。这个是白骨观。哎，各位，我答应你的我通通做下来啊，我都写下来了。我在十三业道经里面，在八赞长答应人家的要写下来，否则答应了你忘记的话是打妄语的，那人家是不会相信你的。好，这个是你修白骨观，看好，这个白骨就是白骨观的禅观，你应该观。好，这张图档，对，若需要的话也可以跟我要，没关系。白骨观呢，不然呢，你也可以到医院里面呢去照他们的那个标本也可以，这是真正的白骨观。然后你看，事实上我们每一个人本来就是这样啊，你不要觉得你很帅，长得很漂亮，死的时候都是这个样子的，对不对？所以事实上你要观自己的身体是不净的，是事实。从南传的教法清净道论而修大乘，早期的小乘禅观跟大乘禅观里面也修白骨观。白骨观是对治这个众生的淫欲心跟贪欲心。有人就会有个问题，师父在家居士是不是不可以修？错，在家出家都可以修。出家了本来要常修清净梵行，就更应该修。在家你说，哎呀糟糕，我万一修那我老婆不是不喜欢我吗？错，两个人一起提升嘛，对不对？不要永远呢执着在世间的这个欲望里面。所以我们讲说，在极天菩萨的入菩萨行里面，他亲口说，一般的众生在家居士非常的辛苦，白天工作的时候耗尽了体力，晚上呢回到家里在床上跟漂亮的太太耗尽了精力，就像尸体躺在那边，那你哪有修行的体力啊？所以佛法的目的就是要超越贪嗔痴，所以释迦牟尼佛讲这些教法的时候，你应该以清净心、恭敬心去听闻。佛当然要度很多很多的众生，佛在世的时候，莲花色比丘尼在没有出家的时候就是妓女啊，可是出家以后修不净观、白骨观，他证四果阿罗汉呢、啊。所以这是圣人指导我们的。第二个，再看从白骨观，骨是不精进的。白骨观，可是当由不清净转变为清净，透过什么？观想。所以大乘佛法很重视观想，西藏佛教也重视观想。以现在的科学来讲，就是物质转化为成为能量，你认为你有执着，其实这个身体经过七八十年以后，就像造车一样已经抛锚了，当一把火烧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没有的。所以透过从不净到清净的桥梁是什么？光。光是你观想的。所以在西藏里不同的本尊有不同的光，一般来说 generally speaking，在大乘里面呢，所有的观想都可以观想为金色的光或白色的光。白色的光代表清净不染，金色的光代表你的自信如如不动，清净庄严。除非你特殊的本尊，像文殊师利菩萨 Om Arabhajanadi， 假如仪轨是橘黄色或金黄色的话，那你就要观想本尊是那个颜色。所以这里可以看到，从你五方佛里面你有什么贪嗔痴慢疑，这个五毒烦恼转化成为五方佛的智慧。所以他就你看白骨观转化而为五方佛。详细的请你听我多年在新加坡法鼓山图书馆所讲的思维略要法要里面有讲。好，这个问题就回答到这里。好，接下来再看下面一章。所以观想是很重要的，看这里，
这个是观想什么呢？内心里面观想毗卢遮那佛，它就出现了。然后呢，毗卢遮那佛一个摇身一变，便十方都有光中化佛。然后呢，这个是毗卢遮那佛，也是东密的大日如来。然后呢，也是释迦牟尼佛。然后他放光加持你，你可以先观想自己的内心虔诚的祈请，放五色的光请佛加持，接下来佛在放光也是五色的光加持你。这张图像就可以说明观想。北传佛教的弟子里面呢，观想比较差，这个要常常练习。你若参加西藏仁波切的灌顶法会呢，上面观这个观这个观这个观那个观这个，很忙的，你知道吗？最深最深的观想是什么呢？哦，糟糕，我又法喜充满了。好，给大家看一张图片。最深的是佛观，佛观，佛像里面的观想。对不起，在另外一个档案。就是观佛，佛的身体本身有无量无边的净土。也就是说，你在观想的时候呢，连自己本尊呢，里面呢，都有无量的净土而现前。看一下啊。对不起，我好像放在另外一个档案。有耐心一点，给我一下时间。哦，对，刚找到了。对不起，因为我的图档非常多，我有不同的时间分类，所以抱歉哈。好，那因缘不成熟，找到再给大家看吧。就是身体观佛的，好，明天我找到再给大家看。就是观佛的这个身体，身体里面，佛的身体里面还有宇宙，宇宙里面还有坛城，坛城里面有本尊，本尊的心中身口意嗡阿吽，又有不同的坛城，坛城里面又有本尊，本尊里面有坛城，坛城里面有本尊。哇，你看那是非常非常细的，哎，所以这是非常高的教法。好，若有因缘你跟上师求道的时候才会学到这样的观想。好，那现在请看今天的讲义，请看今天的进度，请各位翻开讲义第28页。昨天讲到第一个，远离豪士跟尊贵的人，但是昨天因为太忙了，我有一个很重要的重点没有说，今天应该补充一下。云何菩萨摩诃萨清净处，菩萨有分很多类，请看幻灯片，这是讲义上没有的。在摩诃，对不起，在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菩萨有无量无边，至少分为四种。第一个，初发心的菩萨，又叫做心意菩萨，就是心升起了菩提心、跟出离心、跟大悲心的菩萨。第二个，九发心的菩萨，从他证初地欢喜地菩萨而到七地菩萨，这是以华严经十地的分类而配的。第三个，不退转的菩萨，就是八地不动地菩萨，他不退转，在阿弥陀经里面叫做阿毗跋致菩萨。第四个是指证了果位而道驾慈航的菩萨，他叫十一地的菩萨，比方说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他过去已经成佛，叫正法明如来，道驾慈航，示现为现前大悲观世音菩萨。像文殊师利菩萨，他过去已经成佛了，那道驾慈航叫做龙种上尊王佛，这是过去佛。现在他在北方世界叫南无欢喜藏摩尼宝积佛，所以这些都是道驾慈航的菩萨。初发心的菩萨就是指在座我们各位，
各位呢，你不管是过去学佛法或今生学佛法，听到大乘佛法的殊胜，听好，这里不是指小乘，大乘佛法的殊胜，你非常的欢喜，你发四弘誓愿，众生无边誓愿度，那这样的话，你叫做心发意的菩萨，叫初发性的菩萨。那在座我们有很多莲友，可能是久发心，也可能是初发心。哦，对不起，这个初打错了，初，初一十五的初，哎，我用注音的按键按错了，初发心菩萨，初一十五的初。那你初发心菩萨的什么凡夫？我们还是凡夫身，但是我们有菩提心，叫初发心的菩萨。但初发心菩萨当然很殊胜，但是道心也是会退的。假如你遇到障难，你是会退的。像我前几天举例，舍利弗尊者，他退了道心以后呢，他是六十劫都不敢度众生。后来佛遇到佛，回小向大，在法华会上或佛的很多教导当中，这一生遇到释迦牟尼佛，他又发大乘的心行菩萨道的。可见第一类的初发心菩萨是会进进退退的。第二，久发心菩萨就他就不会退，他会从正道初地欢喜地菩萨以后，他就从凡夫完全转为圣人，所以他就不会退，但是他也会进进退退，但是他的退呢，起码会不会退为凡夫，他还是圣人，只是他呢有七个阶梯，会一楼爬到七楼，七楼爬到一楼，但是呢他不会从一楼跳下去，不会，因为他已经是圣人了。第三个不退转的菩萨，八地不动地菩萨，举谁呢？也举观世音菩萨。是观世音菩萨在因地的时候遇到古观音如来而发菩提心，后来在遇到千光王进驻如来叫他念大悲神咒的时候，他一念顿超越八地，从初地就变成八地不动地菩萨，然后现千手千眼。所以不动地是很重要的。我讲十地经论的主要的很多目的有两个，一个是知道道次第，第二个要怎么样正道不退转。我们常常凡夫遇到恶缘是会退道心的，这辈子你很精进，来生呢要是呢遇到好的因缘，你也会退转的，所以我一定会发愿去极乐世界的。为什么？你看，假如我来生变斯外哥美女的话，搞不好我也不会想住家了耶，对不对？因为你过去修的一点点小小的福德，让你今生走到哪里你都很顺利，当你烦恼升起的时候，你是会退转的。所以在大乘菩萨道里面，不退转不动地是很重要。注意听，阿弥陀佛发愿，若有往生极乐世界，纵使你下品下生，你一直修修修，总有一天你不会轮回，第二会证到不退转菩萨。所以众生生者皆是阿毗跋致，你们拜背阿弥陀经里面讲阿毗跋致就是什么不退转的菩萨。所以听好，净土宗绝对不是卖瓜说瓜甜，净土宗阿弥陀佛在五劫的时候参访十方佛国土，十方佛国土的优点他通通都浓缩了，所以十方佛国土的缺点他通通都避免了。那有人就听到说阿弥陀佛大愿很殊胜啊，好，阿弥陀佛发四十八大愿，我发四十九大愿，下面一个莲友说我发五十大愿，其实你那是好胜心。四十八是数字，展过来是无量无边的大愿，不要去拼这个数字，干嘛拼老命啊？很多莲友呢，他常常呢都会执着，对不对？举一个例子，断执着很不容易，像什么呢？像猴子，各位有看过猴子吗？在树林里抓那个树藤，跳过来，跳左边，他就抓左边的藤子，从右边，左边荡到右边，右边荡到左边，他走到哪里都要抓一个藤子。假如你动物园看到猴子，你想喂他说猴子猴子过来，他才不要，为什么呢？因为他怕骗你骗了。第二个，你说快点快点放下藤子过来，我就给你香蕉。有些猴子呢跑过来抢了香蕉以后回去又抓一个藤子。这个比喻是什么？禅宗用这个公案比喻说，我们都有执着，我们的执着是很难断的，是要你开始右边不要执着造恶，要造善，就拉左边，左边以后有人造善以后呢，就开始执着功德，计较功德，你还是执着。所以第一层告诉你，
去恶向善。第二神要叫你发菩提心，要精进，要做功课，要做功德，那是叫你直精进求善法。到了第三层般若经的角度来讲，告诉你善法也了不可得，不管善法大小，你都要终日度生，终日无度，这个才会断你的所有轮回的执着的根。就像猴子，你跟他说两只手都放下来，一般人才说不要，两只手掉下来就死了。其实佛告诉你，两只手都放下来，你就开悟了。用这个譬喻告诉你，要断执着是很难的。所以为什么要听闻教法，要亲近善知识？有些莲友学佛也说自己买书看一看，其实这是不对的。学法大乘难传，你就算要学清净道论，大乘要学教法，金刚乘要跟上师学，都要亲近善知识的。善财童子表演五十三参，他第一个善知识是谁？大智文殊师利菩萨。所以请各位可以看你手上，很高兴今天真的谢谢工作人员，然后谢谢净土翻译，我们给他掌声一下好不好，鼓励一下。还有所有的义工日以继夜的都在赶工帮你装，对，所以每个人手上都有一套，或许有人两套。这个呢我很欢喜，它是朝圣与教义的结合。好，但是很抱歉，因为在工作的时候有一点出入，所以里面呢他打错了一个字，朝圣与教义，他看成教育。然后那这个呢就是我一大正藏不空三藏千波文殊经里面有十卷，第一卷有讲文殊菩萨。然后呢我自己也有缘，四大名山我第一个朝的是五台山，所以我去了两次。然后呢我也念了很多嗡阿扎巴扎那帝，我非常的欢喜是文殊的圣地，所以回来我就想说我要报文殊的恩，怎么样，我发愿讲文殊十大愿。那透过朝圣跟教义，所以在这里面有很多照片，你可以坐在家里呢神游五台山一遍吧。将来你若愿，或许我也相信你看完以后法喜充满，很多人会组成去朝山，那也非常的好。现在朝山呢在五台山呢是交通非常方便的。所以文殊菩萨，我可以跟您说，我很真诚的说，但不是骄傲的说，这在全世界里大乘佛法跟金刚乘佛法是第一套讲的文殊十大愿。为什么西藏仁波切有些知道，但是他不一定宣说这样的教法，还有有些语言的隔阂可能没办法翻成。事实上我们中国大藏经里面就有文殊菩萨的十大愿。那最后一片呢是花开见佛，刚才司仪报告过，我会跟大家结缘。第一个一到第七品，第七的入菩萨行论的班刊。入菩萨行论我讲过，也利益蒙佛菩萨的加持，也利益广大的众生。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第一页里面有一个桑耶精舍的网站，这里面可以上网 download。 但是我也知道很多老菩萨很不太会懂电脑，所以等第一期跟到第七期都烧在这一片花开见佛的 CD 里。第二个呢有文殊十大愿所有的 handout 讲义，第二个所有我的幻灯片通通在里面转成 PDF 档，请你不要更改，但是我都供养大家，所以你可以在家里用。第三个就是我这几天唱的佛号全部录成 MP3。 第四个是我们桑耶精舍的观世音菩萨跟华严三圣很多很多的照片都在这里。所以我的福报有限，但是我有广大的愿心，所以这次呢做2000套供养大家，这是免费结缘的。所以你终于知道我不太来赶新加坡吧因为新加坡的莲友啊要求很高的，但是我会尽我的愿心啊。这个呢桑耶精舍的学生呢足足做了一个月，净土翻译的人呢也做了，所以终于出现了，所以很感恩他们。那最后一片会在最后一天才给大家，因为还在赶工当中。所以像这样的大菩萨文殊或普贤观音或地藏都是道家慈航的大菩萨，这是十一地的菩萨。弥勒菩萨是十地菩萨。好，菩萨要学五明，看这里，看幻灯片。摩诃般若波罗蜜经说，菩萨者一切善法应当学，世出世间的东西都要学。
有人说，哎呀，糟糕，很多老菩萨就听了就说，哎呀，师父我就不晓呢。错了，其实你应当发愿。智慧有很多种，有世间的智慧，